我说这些呢，我先说我不要，我先就走他家房门呢，屋人你们也才三步五个呗，等着赶紧的，赶紧去拿吧。哎呀，不做口呗。那完，我一直，我一个礼拜我也没去你那里晃，我说没事，他要说领我拿上去啥呢，说我也没拿，那就行。他自个心细，哎呀，没人没去拿办事啊，那就咱办事，那套心机干啥不做？ 所以说现在更难。你们那得开发区，叫警察抓开那破鸡棚，这一看抓着了，完了他就说了，他说，哎，那个我认识那叫叫几个毛驹，其实抓的你也就是毛驹，我认识毛驹，你说我那个是宋殿林他姑父，宋殿林他姑父，完了说。 但是那个宋殿林电话号码我记不清，我记心畅，我打电话行完。